同人的头发，是不同人，这是两太夸张了吧？对，而且那个是两个还用过一个人的，对，光用吹就可以这样。这是最新科技的免冲水护发凝露状，那因为它质地是凝露状，对，所以呢，油头的人也可以使用。那第一个呢，除了免冲洗之外，第二个它的吸收效果非常好，重点它可以很持久，而且是不黏腻哦。然后你看它开始变乳白色，看一下。碰到水以后呢，它会怎么样？乳化？看它会乳化的更明显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你看，在我们讲话的这个过程，它就吸收，它就吸收好多。然后你看，就是上面。是没有的哦，这个是有油脂的状态之下。如果我干头发要用怎么办？挤在手上之后滴几滴水，在这个护发免冲洗护发上面一湿二推，然后三抹，最后四才去吹它。